我们看一下这里是怎么绣的。从单独的一格起针，然后连接到大片，接着从不丝跳一格连接大片。现在我们正常走针，遇到反针的地方要调整方向。调整方向很简单，只需要从线下穿过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原路返回，把没绣的地方一起绣上。这样就完成了，我们看看反面吧。听说你